第108案，教育部还有修正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第13条条文，陈勋文会议前，你请会教教育及文化委员会。国民党党团、亲民党党团提议改叫审查，叫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，请问院会有异？反对。反对，我们就进行处理。那么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，国民党党团、亲民党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进行表决，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何委员自委声明，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但是伊反对啊，伊反对咧。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感觉，不感觉。马这个人以前没有。好，拿不出来啊。这部分提交审查，有党团要求交付审查，他哪会看一点提交审查？这以后再去讲，以后再去讲，这嘛都已经不要管你去了。以后再让他们走，那少数十条嘛没审查。再要动办没走，再要去动。但是再要是少数嘛，那就改成党团。表决结果。要审查。出席50人，赞成29人，反对7人，弃权14人。赞成者少数不通过，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。好，赞成者29人，反对7人，弃权14人。赞成者多数，本案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。来下案。